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目前情况究竟如何，全世界都在关注。不过5月1号最新出炉的朝鲜官媒劳动新闻依旧没有刊登金正恩任何最新的影像，只有以文字报道金正恩感谢对思想宣传有功者。此外，韩国媒体30号报道朝鲜政府发布了金正恩亲笔签署的命令，但是朝鲜官员们却发现命令有许多可疑之处。从朝鲜逃出来目前在韩国生活的国会议员今天宣称，他 99% 肯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接受手术之后已经在上个周末过世。综合媒体报道，今日朝鲜劳动新闻依旧没有披露任何金正恩最新影像，不过倒是刊登了金正恩对党内思想宣传员的努力表达感谢之意，并且表彰了各行业等15名宣传员，感谢他们致力于宣传劳动党的思想跟政策。根据脱北者所经营的韩媒每日朝鲜报道，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平常每个礼拜三或礼拜四都会向地方党委或是政府机关下达命令，但是过去两个礼拜以来，朝鲜政府都没有公布新的命令，直到4月29号才发布金正恩亲笔签署的命令。但是这道最新命令在格式、口吻上面都跟之前相差很多，而且在这些命令当中，金正恩对政府机关的提案竟然完全没有做出回应，而这通常是命令的关键重点。目前金正恩情况到底如何？美国媒体再有最新说法，引述平壤官方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10天之前因为脑出血被送到平壤医院抢救，最后有脱离险境，但是依旧处在重症状态，意识清楚，但是失去了语言能力。而日本现代商业则报道，朝鲜早在2月中旬就曾经邀请德国和法国派遣医疗团队替金正恩治疗，推测金正恩当时生活状况就已经出现问题。不过在本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当选比例制国会议员的脱北者池成浩声称，他 99% 确定金正恩已经在上个周末过世，而且朝鲜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宣布消息。不过池成浩并未说明他的消息来源，而他的说法目前也无法透过其他管道确认。他还表示，一如专家猜测的，很可能会是由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继位。朝鲜领袖金正恩多日未出席公开活动，并为传闻不断，外界开始热议到底谁会是他的接班人。除了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以及国务委员会及第一副部长崔龙海呼声最高之外，常年派驻海外的金正恩叔叔金平一接掌大权的可能性再次浮出台面。综合自由时报跟香港经济日报，金宇镇过去几年以来一直都是金正恩决策的得力左右手，不过脱北的前朝鲜外交官泰永浩指出，保守的朝鲜男性掌权者可能不会愿意让金宇镇接班，因为他年仅30出头，而且是一位女性。目前除了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国务委员会以及第一副部长崔龙海呼声最高之外，金正恩的姑姑金靖基也被当地媒体点名指出，将会是左右影响大权人选的重要声音。金靖基曾经担任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以及中央书记局书记等重要职位，她的丈夫江承泽在2013年被以叛国罪被金正恩处死，之后他也销声匿迹。不过在时隔6年之后，今年1月金靖基突然在公开场合露面，震惊世人。朝鲜国营媒体报道的画面中显示，金靖基跟金正恩的座位中间只隔着一个人，这显示金靖基的地位仅次于目前第二号人物崔龙海。此外，金正恩的叔叔现年65岁的金平一
当年也曾经是金日成继承者的候选人之一，不过最后他输给了义母胞兄金正日。而朝鲜通常会把失势者放逐海外，以消除他们在国内的势力，因此金平一被派驻海外长达40年的时间。韩媒中央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金平一在去年11月底回到了朝鲜，受到金正恩的就近监视。而曾经任职美国政府的朝鲜事务分析专家李明一表示，金宇镇接班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年龄跟性别打了折扣。金平一这次普遍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接班人选，但是他认为金平一可能还未掌握到下任朝鲜领导人所需要的人脉跟靠山，因此他表示，在他看来，金宇镇跟金正恩政府拥有特殊地位，因此他在金氏中接班人的地位还是远远胜过他的性别。美国情报机关公开声明，引发这起全球公卫事件的生物并不是由人造的或是经过基因改造而成，这是华盛顿第一次就事件的起源明确表态，推翻了一直以来众多阴谋论里面最极端的生化武器一说。不过美国情报界尚未排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而美国总统川普更直言，他已经看到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这起事件源自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但是他不愿告知详细资讯。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美国情报界目前同意官方的科学共识，那就是这个生物并不是由人为制造的，也不是经过基因改造而成。声明也指出，美国情报体系会继续调查新的资讯跟情报，判定大流行的起源到底是动物还是源自中国实验室发生的事故。而就在同一天，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握有证据可以证明事件起源跟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有关。当媒体询问是否有看到任何报告让他高度相信事件源自中国的实验室，川普表示，是的，我有看过。他还说，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就像是中国的公关组织一样。不过当媒体进一步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时，川普表示，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认为中国可能无法阻止事件蔓延或是故意要这么做的，因为跟公卫事件相比，美中贸易协议现在已经是次要问题。他强调相关报告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给他。川普同时指责中国没有及时停飞国际航线，所以害惨了大家。捷克媒体报道，俄罗斯情报部门可能要暗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长赫瑞普。赫瑞普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捍卫捷克的民主制度对他而言至关重要，他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作为代价。综合中央社跟苹果日报，赫瑞普在专访中表示，因为结束跟北京的姐妹市关系，因此有俄罗斯情报部门表示会对他进行暗杀行动，对他发出死亡威胁。他表示，今年3月初发现自己被身份不明的男子跟踪，虽然不清楚是否跟所谓的死亡威胁有关，但是他还是决定报警，并且接受警察的保护。可是他表示，按照警方的要求，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也不能透露警方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赫瑞普说，像今天这样的威胁恐吓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以及指责他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有时捷克总统也会指责他侵害捷中关系，但是他认为中国是把他当成一个不想兑换长期投资承诺的借口，但他依旧表示不想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确实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赫瑞普强调，作为一个明显政治家，捍卫民主跟自由言论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而事实上，赫瑞普在出任布拉格市长之前，就已经长期关注中国问题跟被中共打压的异议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也曾经多次公开表态。赫瑞普表示，捷克人曾经受到同样的文化、民族认同的迫害，因此他对西藏人有着特殊的感情。现在我们布拉格市也会升起西藏旗，以纪念藏人为争取自觉而举行的起义。几乎笃定代表美国民主党出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拜登，
遭到一名前助理指控1993年对他性侵，虽然竞选团队加以否认，但是拜登本人却从来不曾正面回应。不过随着议论渐多，拜登今天将会针对此事首度打破沉默。综合媒体报道，来自加州现年56岁的李德，在1992年12月到1993年8月在拜登的参议员办公室担任助理。他在媒体专访的时候宣称，拜登在1993年的某一天把当时29岁的他逼到墙角，并且对他性侵。拜登的竞选团队坚称绝对没有这件事情，但是拜登本人从来没有回应过相关指控，近期也没有在媒体采访中被问到相关问题。而与拜登同党的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月27号表态支持拜登参选，4月30号他再度出面重新力挺拜登。佩洛西表示，拜登参议员办公室的职员们都表示不曾记得当年有过性侵的申诉。他还强调拜登常年支持禁止虐待女性的政策。而美国 NBC 旗下的电视台公关团队今天在 Twitter 上面预告，明天的晨间新闻早安桥将独家访问拜登，而拜登将会首度回应关于近期的性侵指控。而根据法新社消息，拜登的竞争对手现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太清楚针对拜登的指控，不过川普的竞选团队以及他所属的共和党宣传活动倒是都很积极的在这起事件上面推波助澜。而事实上，在作为总统之前，川普也曾经经历了10多起的性侵骚扰跟性侵的指控。川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我觉得拜登应该要出面回应，因为指控可能是假的，像我就很懂得虚假的指控，我被虚假指控控诉过非常多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4月30号宣布自己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染病的高级官员，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得知消息之后也忍不住叹气。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近期受到严重的工位事件冲击，54岁的米舒斯金透过视讯向总统普京通报自己染病的消息，并表示自己正在接受隔离当中，建议由其副手第一副总理暂代总理职务。而普京在视讯会议里面听到这项消息之后也签字同意，并表示祝福米苏斯金尽快恢复健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普京得知消息之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表示，目前你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报道指出，米苏斯金今年一月获委任为总理，在俄罗斯应对防控小组里面作为重要的角色，也是第一位公开表示自己染病的俄罗斯高官。米舒斯金发言人指出，目前他正在医生的监测之下住院隔离，但是并未透露他到底在何处接受治疗。据了解，俄罗斯当前情势严峻，30号新增的7099个个案创下历史新高，至今目前为止累计了超过10万例的个案，有超过1000个人死亡。而普京早先已经宣布4月份全国有薪休假，日前再度宣布将有薪休假延长至5月11号。米舒斯金也在会议中强调，无论防控措施多么艰难，都必须要忍耐地守下去。而至于米舒斯金最近一次跟普京会面的时候到底是何时，目前外界还不清楚。英国哈利王子随着妻子梅根移居美国洛杉矶之后，近日他向友人私下表示，近几个月以来的生活天翻地覆，又坦诚十分挂念军中生活，但强调不会因此责怪妻子梅根。综合媒体报道，在阿富汗军队服役超过10年的哈利近日向密友透露自己十分挂念军中生活跟归属感，坦诚当年在军中生活相当正常，全营皆一视同仁，没有人会因为地位不同而受到任何优待。他在2015年退役的时候曾经声明，过去10年在军队里面所经历的将会永远伴随我的余生，可见的离开军营对他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而对照如今生活天翻地覆的改变，哈利也坦诚他感到难以置信。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哈利在2017年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总司令，
不过在他辞去王室职务之后，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开始不再对军方执行任何正式职务。消息人士表示，哈利在军中的生活过得非常开心，不过之后他遇到了梅根，生活更加无以复加。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料到事情最终会有如今的发展。不过哈利强调，他不会责怪妻子梅根想要回到美国老家的生活，他当然不会怪梅根，只是感觉路依旧还在军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而报道也指出，哈利跟梅根两个人起初不想担任王室成员，主要原因是希望获得更多隐私权，但是如今他们搬到洛杉矶，梅根也再度回到娱乐圈，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依旧会继续是镁光灯的注目焦点，私生活也将会全面摊开在阳光下，反而更加没有隐私可言。